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耗子。首先呢，祝福我所有的粉丝们圣诞节快乐。这期视频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特摄剧《奥特曼》。今天是圣诞节，捷德奥特曼任天启招苍鹭和太甲奥特曼任天启工藤优幸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今天是2019年的圣诞节，再过一段时间就是2020年了。在这里，我提前祝福我所有的粉丝们新年快乐，事事顺心。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新年愿望吧，我尽可能满足每一位粉丝想看的奥特曼中的人物。感谢大家2019年的支持，2020年我们继续前行。还有就是这一条视频，每条评论我都会翻哦，嘿嘿，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